新家，你看，感觉有强迫你的感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需要一杯咖啡吗？好了，但是两位朋友是在参与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份礼物是要给优胜者，请拉拉颁奖。他的队友，哎，这个是。对，颁给你的队友，对对对，颁给你的队友，还有这边是亚文的，谢谢，还有婷婷，恭喜恭喜，恭喜两位，谢谢两位，可以可以，是谢谢，可以谢谢谢谢两位，对哦，好，粉丝们，谢谢谢谢你们的参与，是的，这时候呢，可以握到手哈，让我们再次回到舞台的边缘，好吗？让还有舞台的角落。我们要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道具给搬走，是是，所以当然是说这部剧集大家除了关注当中的演技还有剧情之外呢，还有一个重点当然就是音乐啦，我们向旁边移过去一点点好不好？其实我跟你讲，一部好的偶像剧呢，除了剧情要好，那个景点好看，然后呢，当然演技很好看之外呢，主题曲是非常重要的。是，然后主题曲这次就是由 Lara 来演唱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来谈一谈这首歌曲《梦之花园》。对，这首歌其实就是针对剧里面的舞台剧，那所以我们尝试比较不一样的音乐风格，因为它就比较不算流行音乐，它整个的旋律走向就是一个百老汇舞台剧的感觉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Okay. 是，所以这个时候呢 ，Lara 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演唱这部剧集的这个主题曲。我刚刚是在看说那个水要被带走，我很想去尝一下，很想喝个几口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掌声欢迎 Lara 带这首呢给爱丽丝奇迹的主题曲。